它是要带给我们一石二季网速的冲浪选手，大家期待了很久的美们，掌声欢迎丁禹兮来喽！哇哦，哇哦，来喽来喽！哇哦，你今天穿的非常的红火哎！祝您红红火火！为什么感觉？这个不带到下半身吧？带到啊！你现在就是整个上半身很红火，下半身很清凉。不是，因为我原来以为是只是露上半身啊，你以为就是，所以你就是现在要模仿新闻主播主持人，就上半身很端庄，下半身很对。然后后来我今天来的时候说，他们说下半身也带到了，哎，来，对不起，快宁静。我说完了，我只带了上半身的衣服，我没有带下半身的衣服。你不带下半身衣服就敢来直播间，这句话应该有点危险发言哦。我撤回，你撤回，我现在就撤回，撤回来不及了啊！好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丁丁禹兮。你知道吗？我上播之前，然后我这边的弹幕上就会有非常多的人说丁禹兮什么时候来，丁禹兮什么时候来。然后给你看一下，现在直播间就是等你的美人们，好不好？看一下，好可爱哦！谢谢大家。你说话的声音真的非常大，我感觉我今天直播会很轻松，因为有你整个把我震场子，应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吗？好，所有女生再次欢迎我们的丁禹兮。所以就是你在来之前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你是12级的冲浪选手，所以你就是你是一个很 follow 时尚，也不敢说 follow 还是 follow 啊 follow 啊、哦，你完蛋，你定一下就是我有英语老在旁边。对，八级英语老师，我的发音是那种，就是你是美式还是英式？你先说你是美式还是英式？我不管，你是美式，你是美式，我就是英式。你是还是英式，你就是美式，对，差不多嘛。哈哈哈。好啊，所以你是一个很 follow 时尚的一个人。呀，如果今天晚上垮掉了怎么办？就垮掉呗，垮掉就垮掉，你就是这样子随随便便来的吗？我听说你今天来了我直播间，还问了你玩的非常好的，就是我问了曾经来过我们直播间的一位女士，她叫王美女士，她叫王美女士，晶晶，王美，王美，王美。OK， 我问了晶姐，我说姐，我要去佳琪哥的直播间了，你说有什么可以传授给我的？是我手机还没放下，她回来，放轻松。我说姐，你是在等这条信息等了很久，哎，今天丁禹兮怎么还不给我发信息啊？他应该快要给我发信息了吧？所以晶晶，你就真的很闲。谢谢姐，你不是从我直播间出去之后，你活动很多吗？就他是骗人的还是真的活动很多？现在很火，他好火，非常火，特别火，真的就身价翻了多少倍？不止十倍吧？不止十倍！呀，造谣犯法吗？不犯法，没关系，造他的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啦，所有女生，今天我就来测试一下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十二级高网速。所以今天导演组给我准备了我们两个都看不到的隐藏脚本。OK， 所以这是干嘛？就上课了，要抢答。提前也要提前回答。好，要抢答，所以这个里面等下会有到一些很流行的词，然后我们两个要抢答来说这个。好，就是什么意思？好，好不好？如果输了的人就发红包，就是要是现金吗？现金红包10000块。好，我现在。然后如果你输了的话，我们就直接从今天晚上的就是费用里面扣。我的斗志已经起来了，你的斗志已经起来了。好的，来了，准备好了没有？第一个，开始。不行，你来翻，给我请一个人来给我翻这个零。来，你说。爷青回，我知道。爷的青春回来了。那天我有一天看那个节目，上面是正好是花无缺在唱那个五十长河五千里的梦，然后满屏的爷青回，我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啊。我跟你再说一个，你刚刚又危险发言了，不能唱歌的哦，就别人要收你版权费的哦，你可能今天工资都完蛋了。开玩笑，没有了，吓你的了。好了，来下一个，你帮我放好，放中间。爷青结，哎，如果爷的青春结束了啊，你是故意让我的，对不对？不是，我真的不知道爷青结。我是真的，你知道我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老土的人。我现在我手机我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的，真的我从来不会。就看那个进账，就是看进账和存款是不是？哎，叮叮叮，又赚了多少钱了？哎，下了多少单了？就之类的。对，OK， 来下一个，准备好了吗？好嘞。
三二，哎，你笨赖皮啊！三二一，人间魔鬼李佳琦，好，很棒，是吧？二比一了啊！来下一个，三二一。对不起，你要谋杀我同事？对不起，你打到我保安了。哎，保安来，后面来一下，怎么回事？你竟然打到我的女保安？对，来看一下他今天上面穿的像保安。他说他今天穿这样是来保护你的。姐姐，你穿的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对不起，不要生气。妹妹啊，她是妹妹。妹妹，对不起，不要生气。没关系，这个妹妹长得有点着急。不是我说的，是她说的。妹妹，没关系。所以五月男友是丁禹兮啊？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五月男友为什么，因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第一部剧最早那部剧是在五月份播的，然后所以播了一个月就叫五月男友，然后就变成十二个月的好朋友了呀，我还双十一的男友了，你真的是，你们这五月男友，哎，现在的女生啊，真的是啊，来三二一，下一个，有一说一，啊。太难了，来三二一，这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答不出来要扣三分，这什么意思？没关系，让给你，这个我玩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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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萝卜，这是那个奶奶吗？那个叫什么？你这有一个，是他一直都就会说。对，刘姥不，谁是刘姥姥？她不叫刘姥姥，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导演啊，什么？你刚刚说那个英语是什么 ？Lay back， 来跟我读 lay back。所以 lay back 中文意思是，延迟。好，我上网。好，延迟。lay back， 所以叫 lay back。所以就是，如果我很慢的反应一件事情，我就用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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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行了。好。就这样吧，来下一个，三二一，掰了，掰了呀，掰了是 B L 吧，掰了，这掰了，你拼掰了，你拼是不是掰了？如果你有拼的话，你也是掰了，就是掰，掰了就 B L 就掰了，掰了，掰，这是坏的结局，掰了，对吗？对吧？掰坏的结局掰了吗？就是两个人最后掰了。就掰了，就是掰了嘛，掰了，你拼掰，好，拼好，你们是不是对的嘛？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我真的有点太落后，我不行。掰了啊 ，bad ending，bad ending。你们现在为什么会喜欢玩缩写？我们那时候都是非主流，就是他们打草字头。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会啊，就是比如说李佳琦，你也经历过非主流的时代没有吧？不会，但是我们会。你九五年的耶，会叫对方。我那个时候是非主流的尾巴了。你不要抢我的话，让我把话说完。好，你说。我说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是会说那个李佳琦，比如说叫你琦，然后你叫我西，不会这样缩写吗？不会，我从来没有西，我不行。我真的没有。你们会有吗？我们真的不会。你来，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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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我不会。没事了，是吧，姐？他真的是姐。好，下一个，生气了。好，来三二一，刚刚是掰了，就是好了，好了，合了，就是复合了。好了啊，好了，那我先讲了的啊，这是我算我对，对吧？我还是很会举一反三的嘛。来下一个，后面还有啊 ，A W S L，A 死我了啊不对 ，A 哈哈 ，A 我死了。啊我死了耶、yeah! 啊我死了 A 死我了你真的来我可以说危险发言哈收回来点杀机不用这么快对三二一开始笑死我了啊很快反应下一个哎没了就没了还挺好玩的我们以后多来一下这样子的互动好不好是小李又学习知识的新一天哎，他们刚刚说是 happy ending， 就是好的结局，
哦，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哦，所以我们俩刚刚都说错了，原来这个是好的结局，不是。今天我们就重新定义这个词，就是它就是好了。哎、对 ，H E 就是好了 ，B E 就是掰了。对，从此就有这个名词有了新的定义。好，反正地狱期说什么都算今天晚上啊，好不好？谢谢大家。所以放松下来了没有？差不多，嗯。所以刚刚谁输谁赢啊？我输了。谢谢 OK。这个礼物非常大，这是我送过礼物最大的一份大礼，这是我这么多嘉宾里面送过最大的一份大礼，是啥？来上礼物，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 ？What？ 我就问你大不大？你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送给你的冲浪板，你不是冲浪少年吗？我送你一个巨大冲浪板，所以这个等下怎么搬回家？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嗯，对，我是1.81米。哎，现在我在这儿，那我就不站起来了吧？1.81米我就不站起来了，没有关系，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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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不要学晶晶姐这样啊，我们拉一下，开玩笑。所以可以吗？喜欢吗？喜欢，喜欢。嗯、所以以后会用到吗？不一定，不一定用到。所以你会去就是冲浪吗？不会，我不。但是你喜欢冲浪吗？但是有了这个之后，我就会去。真的吗？会，因为我很想要去学冲浪，所以就是我把我想要学的东西先送给你。谢谢哥哥。然后就让你称之为12级的冲浪少年。好吗？今天我名副其实变成了冲浪少年。我看你等下怎么带回家。没有，其实这个等下放了气之后，它会比较哦，它是充气的，它是充气的，对、哦，就比较便携式。那吹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呀、啊？也不用你直接对着口嘛，就是用机器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吹起来了嘛。OK， 好不好？好，谢谢。所以要我感觉你今天带来都是女同事，对，怎么办？他们等下拿不动，就是你自己很狼狈的要搬出去哦。对，你自己等下扛。对，你来的是上海。你可以滑回去，一会儿就去上船，对，就直接滑回去，好吗？ 好， 好的，那我们帮他收一下我们的礼物。好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刚刚是两个放松的一个小环节，让他先放松下来，因为毕竟对吧，弟弟是第一次来佳琪直播间，也不要这么严格的对他。好啦，就听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养动物的男生，对，所以你们家里有一只猫，四只，叫四只猫。那我做的功课还做错了，但是有一只猫应该叫做500万，对，为什么取名字是要取500万？招财。所以现在年轻也不一定是一个就积极向上乐观的一个心态，我怎么会有点迷信的？我怎么不积极向上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先得赚到500万。不要学我，真的，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先赚2000万。哎哎，这个目标就完成了。所以你的目标完成了没有？开玩笑，哎呀，开玩笑啊！把我的冲浪板拿回来，看来你没有，就要走。看来你没有看过我的报道，好不好？就这样。好、啊，那为什么要给就第一个你刚刚说的就是500万，就是招财嘛，给自己就招财，要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对，所以就是四只狗，一只狗500万，那你野心也不是挺大的嘛。四只猫，嗯，对吧？每只猫500万，所以第二只猫叫什么名字？第二只猫叫第二只猫是夜煞，夜煞，对，就是那个《驯龙高手》里面那只黑色的那只。哦，没看过。下面一只呢？好好，你下面一只是我们两个是有代沟的，刚刚好3岁。对，后面。后面那你家猫是应该是寄养的对不对？后来两只是那个，后来两只一只叫抱抱，一只叫奶呼噜。呼噜是因为它一直打呼噜，就是没事就爱打呼噜。哦，原来是这样。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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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里有一只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小动物。然后今天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来了，所有人都在往下面跟我留言说，你们今天一定要把 Never 带来给他玩。好，所以来，我的女明星来了，她很火的，快点抱她哦，不要对她凶啊，给哥哥抱抱。你看，真乖，那么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那么说，我是被挟持的，上班了、啊，我不要这样子。嗯，你可不可以让他拜拜？他有个禁忌，会拜拜。我这等会儿啊，你知道，所以有做过功课。这位艺人，这位艺人，配合一下工作啊，配合一下工作，好不好啊？哇！嘿，Never， 矜持一点，不要拜，不要听他的。你看，是个敬业的女艺人。Never， 哎，我把。Never？来吧，我得把下面帮你遮住。来吧，拜拜。你说谢谢大家。来吧，快点，谢谢大家。来吧，拜拜，拜拜，快点，快点，拜拜没有？拜拜没有？拜拜没有？拜拜。你怎么是现在不听话了吗？啊，一个星期没让你上镜，你就是有点脾气了啊。来了，来了，来了。他，你知道他现在是被我雪藏的艺人啊？为什么？现在凭什么出镜？为什么？因为太火，火过了我，没有开玩笑。就最近在家里玩得很开心，就是很少来公司。好的，所以 Never， 今天让你被一个男明星抱了，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他现在可是现在真的是当红小生呢，对啊，他现在很火的呢。你被他抱了，你还不开心啊？可爱，你应该要哈哈哈两下呀。
这位女人已经很配合了，你不要这么强求她。真的吗？你给她太大压力了。真的，所以这样配合已经算是很好了。对， okay, 我已经很满足了。OK OK， 好，那你满足是好。是不是？哥，别。好的好的，来，谢谢。那你去玩吧，去玩吧，去玩吧。你知道她每天上班都很不耐烦。对，没有超时吧？给她。嗯，没有超时，她每天就是。他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我从来不会压迫他的。好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关于你的兴趣，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抠门小丁，节俭，纠正一下啊，节俭，节俭小丁，所以你有多节俭？可以举个例子吗？你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节俭小旺，嗯，真的，就他的内裤破了个洞，然后他妈妈还要帮他缝内裤，又白一个女生，对，所以你的节俭程度有多高？啊，还好，就是我的节俭程度，就是比如说有东西我有了这个功能的，我就不会再去买第二个。谁会去买第二个同样功能的东西？没有，我不会。嗯，所以上李佳琦直播间你觉得难吗？什么？上李佳琦直播间觉得难吗？还行，还行。OK， 就所以现在还是感觉挺舒服的状态。对，好的，好了，那就是刚刚说到你是节俭小丁，然后你也举不出来什么例子。那最近的购物分享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最近你买的？对，我昨天晚上特地为了你，这是我为了你昨天晚上特地找人闪送，所以就是要跟我的就是唢呐去 PK。不是，就是我今天因为之前来的时候做一点功课，是我怕吵不过你。你怕吵不过我，你吵得过？你现在声音非常大。真的吗？对，你不用他就可以吵得过我。我感觉我用这个来让你嘟闭麦。所以你这是你会自己买的东西？对啊。为什么还掉了两个卫生纸出来了？不是，我怕太吵，吵到大家，所以我就缩减了一下的声音。哦，哎，很贴心哎。你很贴心，刚刚还一个卫生纸直接掉到地上去了。真的吗？好啦，所以这是你真正自己会买的，对，花了多少钱？九块九毛钱，哦，五块钱，五块，很节俭。但闪送费很贵，不说了。所以五块钱买一个这个，闪送费五十块。但是为了你值得。很会，太会，我跟你说，真的，十二季就是十二季。那还有什么购物分享吗？就是你觉得你要分享给李佳琦，李佳琦种草的一些购物的产品。有没有？就你买的别的很厉害的东西？别的很厉害，我最之前买过苦荚水。苦荚水，苦荚水，对，就是让你的指甲会变苦，然后你就不会咬指甲。所以你是一个爱咬指甲的人。我好爱咬指甲，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那但你用不到，你指甲很漂亮。没，我很久没有剪指甲，但是我不爱咬指甲。我那苦荚水是怎么着？就是你涂上去，它其实有点，它其实长得有点像指甲油。它涂上去之后，然后你就放到嘴，它就很苦。非常苦，但是我现在看你的指甲好像现在还是在咬的情况啊。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所以有用吗？苦荚水有，但是就是因为长久就回味之后 就习惯了，就会吃苦了。所以你的吃苦方式跟别人吃苦方式不一样，因为生活太甜了，现在所以就是妈妈我要苦啊，就好苦啊。对啊，那个时候，而且有些时候洗完手之后，我想说那我吃个什么鸡块啊什么的，是依旧苦。这么厉害那个苦荚水。所以可能需要专业的舒肤佳的洗手液。你不要这样打印广告了。所以我们说真的，除了刚刚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购物分享吗？就是你平时爱买什么东西，在网上或者在线下？线下帽子啊。哦，你喜欢戴帽子？戴帽子，然后早知道我就给你准备100顶帽子、10顶帽子之类的了。好呀，下次来的时候。好，嗯，好。所以第一个喜欢，有例子举啊，可以，没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喜欢戴帽子，对，因为平时很讨厌打理头发，是不是？男孩子其实不太擅长。啊、不太擅长打理头发，所以就喜欢用帽子来去遮住你的头发。对，好的。那第二个还有什么会想要买的吗？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你平时不会跟他们说的东西。我很有压力的采访你。玩具，乐高之类的东西、嗯，太高级了，就是那种小的公仔。所以你会就是抠门抠到自己不给自己买乐高？节俭，对，好，节俭，就是节俭节约到不会给自己买乐高。会有人就是会来，现在把楼下的乐高拿几个上来给他送给他，我们再送一个礼物给他好不好？就是喜欢玩玩具吗？真的不用，没关系，哎呀，不用就拿五个，不用拿五个。好，我知道玩具啊什么的。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你来了还是要有工作的，对不对？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要带货的产品。 yes， 所以今天是你第一次带货吗？算是第一次带货，所以你准备好知道该怎么样带货了吗？
我刚刚有在旁边稍微学习你，稍微学习我的带货的技巧。对，所以好，我们来看看成果怎么样啊？如果成果不好，我就直接吹了。好，摇铃。第一个，所有女生，舒芙佳的洗手液，我们先带洗手液。来，所有朋友们听好了，是我们的舒芙佳洗手液，它主要有效成分呢，你读。皮罗克酮异醇胺盐，有效抑制一下常见细菌，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真菌。然后呢，这个洗手液非常好，它能把手洗得非常干净。我希望这个洗手液能把我的苦甲水洗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之后呢就可以很好的吃我的鸡块。然后呢，大家准备好了要买这个舒芙佳的纯白清香型健康抑菌洗，太不容易了，健康抑菌洗手液准备好了吗，朋友们？舒芙佳健康抑菌洗手液，非常好的抑菌和除菌功效，还有低保肤成分。哎妈，我烟嗓子出来了。你知道你现在眼睛整个大充血，你不是在好珍惜天天产品给他们，你是在要求他们必须买，就恐吓，就是感觉在。就是说你不买，我跟你说你就等着那种感觉，没有，所以你是一个很温柔的男生。我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所以刚刚你是用的李佳琦的方式来就是种草这款洗手液，那你用自己的方式应该怎么种草？就丁禹兮是什么样卖货的？刚刚也不是，就是有点不太好，就是你也是很真诚的，没有很凶。我你刚刚把我演得很凶。对，我有点曲解你的那个了，对不起。没有。所以这款洗手液是你真实自己会用的东西，对不对？在家里会用洗手液，它会有超大瓶装，其实你一家人都可以用，因为大家比如说就放在洗手台那边，大家可以勤洗手啊什么的，而且按压式的非常方便，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残留，或者说肥皂有些时候会有那些残留什么东西。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种洗手液为什么我会要推荐，而且这个东西是我推荐了很多次的一个产品。第一个，首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人去买肥皂去洗手，因为节约钱嘛，会觉得说肥皂会性价比比较高。那今天性价比这个问题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它做到了今天晚上性价比超划算。第二个，它是真的有临床实验跟数据表明，它是真的可以帮助你做到抑菌的一个效果。同样，它抑的菌的话呢，是可以抑制 99.9% 的大肠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可以长效的保护你家人的一个健康。而且它这个是那种按压泵的，你在洗手的时候不会说像那个比如说像肥皂洗完了之后你还要肥皂上面还会有一些脏东西残留，其实你对会有残留还是会容易脏，这个就是直接你按压之后它不会容易脏，你每次洗都洗得最干净的一个洗手液。同样它的味道是那种很清香的，很纯白那种清香味，让你感觉被健康所环抱住。美们，我觉得现在疫情虽然稳定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每天出门前、吃东西前一定要记得，或者回家前之后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勤洗手，好不好？让你的家人健康跟你的健康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舒芙佳专注于什么？注于家庭护理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也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品牌。而且他们家是首次推荐出这么大容量的一瓶洗手液，全家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你的抑扬顿挫真的做得很好。真的吗？对，就是没有一直往外，就是你的没有一直往外输出，那个节奏真的把控得很好。好的，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去抢。你知道今天我来这边，然后你来这边，然后你我就是对你的粉丝要有一个交代，因为他们想要让你做一些平时你可能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准备了三个小卡片。好，是三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心动话术，就是他们说我们家丁禹兮是真的从来不会心动和很难心动的一个男生，所以你不会被人或者是事物或者是表情或者是一句话打动吗？会吧，但是我就很少。对，就很少。所以你最近还参加了一个节目叫做心动的信号，没错。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我看到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荒野孤狼求生指南。这个你就是你为什么要发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因为我把这个东西发出来是告诉大家我有在，不是照片，就真的是一模一样。我有在好好学习，我眉毛挑的对不对？你眉毛挑的对的 ，OK。他好像两边都有在挑。哦，你真的，你这个发型是半永久对不对？适合。你这个发型也太……你们发型师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处女座，一模一样，是不是？连掉下来那个头发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啊，我有在好好的认真上课学习。OK， 所以为什么要就是写这个东西？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也知道，就是我是荒野孤狼。你是我告诉你啊，我是荒野孤狼。然后后来呢，我对于恋爱上的套路，其实
我自己的恋爱经历没有多少，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恋爱经历都是剧中角色嘛，是，所以说我一直以为爱情就应该是那样子，所以我其实去看一下真正的人，人和人之间谈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要被、哦、不要被一些艺术化的文学创作所被左右，所以就是感情中还是要自己体会了才会知道的，对，而且就得真真实实的脱离那种艺术创作。好的，那这里有三个你的海棠们，对吧？我没有说错吧？没有，你的海棠们给你准备的三种不同程度的，就是不能说情话吧，就是心动话语，对，你要挑战一下好不好？好，来随便抽一个你自己想，我先拿我最近的这个。好，最近的这个我很期待，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看过。别人说你不好看，我二话不说给他买了只导盲犬。哎，等一下，我还没有说规则，就是你把这句话念完了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表情，如果你有任何的就是开心或者是嘴角上扬或者是眉毛挑了一下，都是属于你输，好吗？好好的，来，三二一，开始。别人说你不好看，我二话不说给他买了只导盲犬。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法亲吻自己好看到爆炸的脸蛋。为什么是个惊悚的表情、啊、今天的美貌也认真工作了呢？所以没有理解这个啥意思。你还是十二级少年，别人说你不好看，就是我二话不说的给了他买只导盲犬，就是说明那个人眼睛瞎。我这辈子遗憾，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亲吻自己好看到那爆炸的脸庞，就是你不能自己亲自己，因为你好看到自己想亲自己，然后你的美貌，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儿啊，他是对你说的，所以是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己的，可以啊，哦、oh, ，可以啊，脸蛋，那是嘴唇，对不起，好啦，这个就算你失败好不好？不来，我们下一个，对不起，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能给他写太过于深奥的那种话，他肯定有点反应，我有文化，我这个一定有话有话，我有文化，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哦，来，嗯，遇见你是故事的开始。走到底是余生的欢喜，在人海十万里我只想要你，所以想拍一个电影以你之名时长一生。你看这就通顺，对啊，通顺多了嘛，刚刚那个也很通顺，你很通顺。求生欲望很强啊，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看，所以他真的刚刚没有表情，你是个冷血动物，你是孤狼。对，因为我怕就是再理解不了这段词儿，会显得我真的很没有文化。好，来最后一个。好吧，你就给他们一点表情嘛。有一个可以用来形容你特别温柔的词，小众爱好，意思是我喜欢你，海不知道，山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哇，我的天哪，你看我们那边的女同事整个全部把头埋下去，就已经害羞，所以不是我自己在那儿害羞个什么。我自己念的东西，我自己念给自己听，结果这么害羞。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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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知道。对，所以哎，你知道我看过你一个片段什么，就是在快乐大本营的回眸，就演技片段，真的就是有，就是我看抖音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特别讨厌看到一个人看手机的时候对着手机笑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不可理解的事情。我很能理解啊。为什么？我所有的女性的工作人员看着你的直播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笑。真的吗？真的吗？刚刚在那个就是你在那边播的时候，然后后来我的就是啊沈瑞老师，我的那个造型老师就说，哎，你们先自己忙一会儿啊，我先说我要抢那个东西了。我说我一会儿要上场，你们稍微管管我，等会儿让我先讲了再说。我说天哪。所以真的你知道我看你那个表演的时候是真的有就是笑，就是真的是笑起来，我觉得嗯，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厉害，就是他怎么可以把那个情境代入感那么那么的强，就是所以很棒。就其实我嗯，说句心里话，没有看过陈芊芊，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我现在，但是我刷片段的时候真的就种草你，就真的看，立马看，今晚回就开始看陈芊芊，传闻中的陈芊芊哦，是，所以就他们都看过，就是我以，就他们以李佳琦的名义告诉你，他们都看过。谢谢各位。女主非常美，女主非常美，对啊，也很帅，女主非常美，我承认，我非常认可这个、好吧，大家可以去看看陈芊芊哦。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给大家来？就是啊，有，有吗？大家看，哎，等会儿，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Hold 住，你要干嘛？等一下，看这两个字是哎。这两个字是什么？游戏，我现在在拍那个天才游戏。哦，在拍天才游戏，所以接下来的作品就是天才游戏。对对对，
好不好？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新的，就是电视剧还是电影？电影，电影《天才游戏》，我跟好不好彭昱畅。哦，你跟彭昱畅演的、哦，应该是一个很开心、很欢乐的，是吗？还是不是吗？不开心不欢乐，大家看完之后可能有些人会很开心很欢乐，有些人会非常的紧张，有些人会非常的反思。真的吗？大家之后可以去走进电影院想一想小丁为什么会这么说。好，你这样你刚刚那一句话真的有种草药，我想要去看这部电影，会很期待他的一种表现。好，下面一个我们还没有，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啊。好嘞，就接下来那小丁最后你跟所有女生说一句，对，你想要给他们说的一句话，因为所有嘉宾来的话都要说一句这样的话。谢谢大家今天非常的保护我，然后保护你，你不需要保护啊。对啊，因为我帮你请了保镖还是什么保护？开玩笑，不是，因为我来的时候会很担心，就是担心什么？我欺负你？不是不是不是，是就是担心，就是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有我在，你不用这么担心。对啊、所以我虽然我现在有点过气，呵呵，开玩笑。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所以我很谢谢大家，然后来佳琪哥的直播间。然后黑夜里面与你同行。黑夜里面与你同行，你真的是说这种小情话的时候还会害羞呢？你又不是个害羞的男生，你害羞个什么劲啊？你害羞，不行吗？你再害羞，真的是。太会了太会了。好啦，那既然你今天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演员的身份，对，所以我们就在中国电影的复苏需要我们一起去助力，对，所以我觉得我要让你在今天强烈安利一档十月份的新电影，你会推荐什么电影？十月一号要上映一部新电影是姜子牙啊，姜子牙，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嘿，姜子牙。好，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十月一号国庆档的姜子牙，就是丁禹兮之，就是丁禹兮。哎，你说还有一句话，我准备了一段 rap， 在我们根宝老师的教授下，五分钟之内的一段 rap。什么老师？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啊、哦，公司一个同事。OK， 好，来。要姜子牙公司一枝花，前面还有敖丙和哪吒，魔童降世，好多人不停二刷，封神宇宙一触即发，太空再次重新出发。看完记得用舒服家。哇！真的是我的天哪，这首 rap 的名字叫十月一号，大家去电影院看姜子牙。是的，大家十月一号记得去电影院看姜子牙哦，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呢，我觉得这样把姜子牙补上了，就相当于把中国年补上了，而且中秋国庆大家一起团圆就是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在电影院支持我们的姜子牙的新片，好吗？谢谢小丁。来，最后再送你一个礼物给你。我先送吧，我先送，好吧，我先送一份礼物给你。刚答应你的乐高，这个是限量版哦，这个现在买不到的哦，这现在买不到的哦，这是我的收藏版哦，真的，真的可以给我吗？这当然 ，of course， 谢谢。如果你还想要的话，下面可以自己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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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三个超市，你可以直接拿行李箱，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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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想要的东西拿回家。毕竟已经很不好，你知道今天弄坏了我八个衣架，我让他赔了八盒龙虾，我赚回来了，因为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自带破坏的体质。他家去楼下破坏什么东西，我可以让他把人陪回来。我今天太那个了，我今天一进化妆间在那熨衣服的时候，突然他就裂，不就他就倒了，然后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今天人都没见到，先把他东西给弄坏了。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给我的龙虾，谢谢你，谢谢。好的，谢谢，谢谢小丁，下次再来玩哦。好的哥，好吧，下次给你准备100个帽子。哎，不用，说到做到，说到做到，不用，没事，没事，两个，两个，好，两个两个两个，谢谢哥，好，谢谢，谢谢丁禹兮辛苦了，谢谢。哎，你是不是还有礼物准备给他们？啊，我有五份，对不对？你是不是准备了礼物过来的？对，对吗？准备了五份直播产品和签名照，给大家。Yes， 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啊，所有女生来帮我们准备一下抽奖，我们来准备五个抽奖福利给大家，有丁禹兮的签名照跟五份我们直播的产品给大家， yes. 好不好？谢谢小丁带给我们的礼物，来准备3、2、1，抽奖弹幕来喽！好吗？谢谢大家，小丁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太可爱了，他们都是在说太可爱了，他们都真的是在说太可爱了。陈芊芊第二集安排一下，所以陈芊芊第二集男主应该还是会是你吧？不告诉你、啊，不告诉我就算了，反正我也没有看过啊。好，谢谢你了，不气你了，我感觉今晚会被气死。谢谢哥，谢谢谢谢，下次来玩啊。好嘞，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